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打碎了我们的家，也改变了我一生。文正，文正，是这儿吗？是不是这儿？是是是，人家准备开唱了。等，等等，你先别急，你听我说，一人这么做也是为了家里，你何苦这样阻止他的一片心意呢？他明明答应过我，自从嫁给我那天起，他就再也不会继续去唱了。他是我陆文正的妻子，再也不能去做遭人白眼的歌女了。要是文正在这里多好啊！我本来答应和他在一起以后，就只唱歌给他一个人听的。这一次也不知道算不算违背了约定。伊人对你的这片心意，难道你就不理解吗？你就这么混吗？你要是这样，我真的看不下去了。我今天是落魄了，但是也不至于让妻子出去卖唱补贴家里。你有什么资格看不下去？你不就是运气好点，娶了个白家的大小姐？你以为你就有权来教训我吗？陆文正，别人可以这样说我，就是你这个兄弟不可以。可是文正，你知道我多么羡慕你吗？你和伊人，伊人对你那片情谊，我若要是拥有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来，文正，放开！你敢看着我，摸着良心说，你对伊人的关心没有别的想法？我们兄弟之间坦坦荡荡，没有其他的想法吗？是，我承认我对伊人，我是身不由己，但是我会藏在心里，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。你，你以后再也不要来找我和伊人，我不想再看见你。走开，文正。放开！小心，文正！哎呦，文正！哎呦，文正！哎呀，文正，文正，你怎么样？文正，你不能有事啊！文正，文正，有谁来帮帮我？帮帮我呀！哎呀，文正，没事吧？文正，伊人，伊人，文正他。文正他出事了，伊人，文正，赶紧救人呐！文正，文正，哎呀，太危险了！哎呦，要先文正，让一下，文正，文正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文正，文正，你歌唱得很好听，我舍不得让别人听。文正，文正，文正，不要不要不要啊！文正，文正，文正，文正。妻子、文正的孩子都在这儿，你们不要把我们拆散，你们不要这么残忍！贱人，都怪我，都怪我这个做娘的心太软了。当初要是早点把你们拆散，今天我的儿子就不会是这样的结果了。你是个祸水，你是个祸水！夫人，夫人，月莲，不可以这样。家权，你记住。就是这个女人，她害死了你爹，是她害死了你爹呀！快点给我抬走！文正，求求你们不要这样！文正，文正，他没有死，文正，他没有死。文正，文正，他喜欢听我唱歌。你看他。剑中。生儿白，你在家？哎呀，
知道你心里难过。文正是你最好的朋友，谁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意外。你也别一直憋着自己一个人难过，我看了心里会不好受的。你去过陆家了？那去过了，帮你上过香。陆老爷说文正生前没能好好的生活，死后也不能委屈着，硬是要把他接回去。那伊人和孩子们呢？他们怎么可能会接纳他呢？陆老太太只要听到伊人的名字就会骂人，怎么可能会带他回上海？可是他是文正的妻子啊，孩子是陆家的骨肉啊。那不行，我去看看他们。不行，在唱歌。爸爸被抢走以后，妈妈一直唱到现在。唤醒我沉睡的记忆。伊人，我知道你心里面苦，可是你要接受这个现实啊。你看看孩子们，文正的。文正他出去了，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。你要不坐在那里等他，还是你明天再来啊？哦，对了，白琴一定在家等你吧，你赶紧回去吧。一会儿文正回来，我一定告诉他你来找过他。啊，我们去外面，去外面等爸爸回来啊。那天之后，妈妈拒绝了整个世界。我们逃离了那个悲伤的家，而且一逃就是十年。董事长早。董事长早。早。干嘛？刚才陈经理说邻居打电话都打到这儿来了，你家里出事儿了？什么？亮亮，陈医生，怎么了？到底出什么事了？我也不知道，邻居打电话说出事了，快走吧。走。亮亮，我是亮亮，我是亮亮，你看到我，我是亮亮。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打死你！秋明，秋明，不要！秋明，来，乖，把棍子给姐姐啊！是姐姐啊，乖，听话，来，我是亮亮啊！秋明，打死你！救下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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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秋明，救下我！秋明，别激动！秋明，来，快点给我！秋明，秋明，打死你！秋明，我是姐姐啊！看姐姐的手，看，我是亮亮啊！亮亮，对啊，看，看我的手。对啊，来，不要放手。没事了，乖，乖，没事了。亮亮，亮亮。好了，没事了啊。老爷回来了。哎，要不要给您准备点宵夜啊？哦，不用了。哎，老爷，小姐她
有客人。哦，知道了。四条，哎，糊了！哎呦，你看看，哦，这张牌多生啊！大家都在。哎呦，何老爷回来了。今天手气怎么样啊？呀，爸，你在家？废话。我不在家，你跟谁说话？哦，太上皇生气了。管好你自己吧。母后大人，儿臣回来了。你也到哪儿去了？哎呦，儿子回来啊，就笑了。哎，就是啊，你瞧瞧他，打这张啊？哎，这不是放炮吗？公关牌，公关牌，大家开心就好啊！哎呀，是啊，是啊，月月啊，真会说话。你帮我，就剩两圈了。是啊，我就别打了，不打了啊！来来来，坐。是啊，坐坐嘛，坐下来，坐下来，陪阿姨们玩了。哎呀，刘阿姨得罪了啊！哎呦，我可没有看你们的牌啊！十次打牌，你十一次不在家。要我在家干嘛呀？你们玩的开心就行了。你就是这样。结婚二十多年，人前人后就是不给我面子。过日子是靠里子，不是看面子。哦，那照你这么说，我的家庭聚会、朋友的应酬，你何景之不在，叫做理所当然哦。哦，嫌我们俗气，你清高。当初干嘛要娶我啊？干嘛要用我们白家俗气的陪嫁做生意？拜托，能不能换句新鲜点的词儿啊？拜托，换个新鲜词吧。要能换。我白清整个人生都换了吧，干嘛二十六年前我要嫁给你呢？哎，这大半辈子的过程，我们就不能平平静静的过日子吗？也许真的委屈你了，大家小姐下嫁给穷大学生，还要拿出嫁妆来帮我做生意。可是二十六年来，咱们就说投资回报率嘛，我也把你的嫁妆翻了几番的给赚回来，也没让你在娘家丢脸吧？哟。没有当年我那份陪嫁，你能翻？毕业后大不了就是小职员哦，也许不一样啊，是你而不是别人就能娶到宋伊人，对吧？刚才小敏伤着你了？万事的。谢谢你啊。谢什么？都是你啊，真的应该好好喘口气。那好吧，我就不谢你了，拜拜。哈，真是有事钟无艳，无事夏迎春呢。你说什么？我就是说你，有急事了才知道找我，没事啊，去医院拿药，都不知道上楼看看。看什么呀？看钟无艳，自己夸自己的吧？那谁是夏迎春啊？我哪知道啊？伊人是文正的老婆。是我最好兄弟的遗孀，白琴，这你是知道的。哼，对你最好兄弟的遗孀，换我说呢，如果当年你找到了他，指不定就是我们家现在的二姨太了。哎呀，妈，你够了吧？楼下一屋子的客人都是你的朋友，你在楼上这样吵，就不怕人家听见你没面子了？你妈，我们打完了，阿姨们要走了，我们走了，妈。乖呀，下次再来啊！哎，好好好，不中啊！不中，哎，看你们家运营员多厉害呀，钱都被他赢光了。没有，小孩子嘛，瞎玩的。不好意思啊，你们家运营员可聪明了。有空大家多来陪陪白琴，他最好客。来，以后常来玩啊！我告诉人家。我妈十五年前就疯了，对不起啊，我还有个弟弟，四年前得了躁郁症，也疯了。亮亮，亮亮，没有人敢娶我的。爱我的人，不见得一定爱我的妈，爱我弟弟。那敢娶我的人呢？不见得敢跟我生孩子的。我的血液里，
流的是神经病的血啊！以后我就嫁个疯子，到时候我们家就是疯子窝。其实你真的不了解我有多少压力，有的时候我都佩服我自己，这么久都没有被逼疯。好了，别想我的事情了，你先回去休息吧，我还要陪我妈呢，走了。我就说嘛，租个县城的洋楼多好啊，都是你，偏要用我们家这破屋子。那你看一看，哎，不光受累白干不说，就收拾这烂摊子，比重新装修还麻烦。哎，租洋楼不要钱，一年下来得需要这么多县洋，那又怎样？要是把这些县洋省下来，我们可以多办三期刊物，三期，你阔少爷财大气粗啊！再说了，要是你家老爷子知道了，他赞助的钱全去租洋楼了，回头问咱们啊，哎，你这是要开窑子啊，还是要办刊物啊？请问你怎么回答啊？本来我还想搬过来住呢，幸好我没来，要不然呢，我的脑袋比这还残呢。我昨天走的时候可都是好好的，你走怎么不锁门？又没什么贵重的东西，谁能想到呢？这谁干这么缺德？哎哎，我听说是隔壁的神经病，没脑子的，一进屋就一通乱砸。刚才我还去他们家。妈，小敏，小敏，你是不是藏起来了，跟姐姐玩躲猫猫呀？找到了，真的不在啊？跑哪儿去了？琪琪，哎，亮亮，我妈和小敏来过吗？没有啊，他们不见了。那走吧，咱们快去找。小敏，小敏，小敏，陆妈妈，小敏，陆妈妈，小敏，哎，亮亮，亮亮。就是他。对不起啊，我是来找我弟弟的，他精神有问题。哎，大概个子这么高，脸也挺长的。你好，小姐，你有没有看到我这里成什么样子了？我看到了，昨天就看到了。我是说，这是你弟弟搞的。对不起啊，走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就这么走了？把这里搞成这样，甩手不管了？我不是说过对不起了吗？不是对不起的问题，你看看这里，我怀疑你有神经病。我现在呢，要去找我的家人，没空跟你们玩。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，这儿我一个子儿都不会赔的。哼，走。谁让你带他们出去玩了？谁让你带他们出去了？讨厌！小敏，讨厌！不怕啊！小敏，陆妈妈，讨厌！亮亮不是在骂你，小敏，亮亮，你为什么要骂他？他今天很乖的，我们都吃了药，一颗都没有少啊。我们玩得好开心的，你为什么要骂他？好了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陆妈妈，我们先进去啊，我们先进去了。亮亮，走，陆妈妈，来，骂人，没事啊，没事，亮亮骂人，别怕，讨厌。没事啊，讨厌。对不起啊。你不用说对不起，你有什么错呢？太阳这么好，你带我妈和小敏去晒太阳，他们玩得这么开心，我应该感谢你。你在说什么呢？别忘了，我们俩是朋友啊。你会和我这种人做朋友啊？你这种人？你是哪种人啊？亮亮，我看你啊，就是过于紧张，你应该学会放松一点，对他们是要用耐心磨的。我今天真的不应该凶他们。
家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，从小到大你照顾你一个疯妈妈，这五年来又增加了一个比你妈疯十倍的弟弟，换了别人早就崩溃了。所以说呢，你呀已经算是坚强的了。我知道你是深深的爱着他们的。我真没有。你胡说，你最勇敢。你不但是你妈妈的女儿，是小敏的姐姐。有时候你妈发病的时候，你要成为你爸爸。对了，每个月你还要假装是你哥哥从香港写信回来。现在所有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神经病的女儿和另一个神经病的姐姐，陆家良到底是谁？你在抱怨什么呀？陆家亮是个人造小太阳，是最温暖、最坚强、最有爱心的小太阳。最正常吗？当然是最正常啊。那你就再说一遍，要连起来说。好，你听着啊。陆家亮的是最温暖、最坚强、最有爱心、最漂亮、最正常，还是最贪心的小太阳。我忘了说了，还是最爱哭的小太阳。不是，是人家要在你在的时候才能哭。要是我一个人在马路上哭，别人会以为我也是神经病吗？真好，要是没有你，我该怎么办？好了，可以去上班了，再见。我就知道你有事钟无艳。好吧，我又是一条好汉了。回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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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爷回来了。哎呀，哎，我来吧。要多大一条啊？你看，哇，哎，好大的鱼啊！用点辣豆瓣，正好做豆瓣鱼啊。哎呀，好，来，爸，咱们呐不能再吃豆瓣鱼了。怎么了？咱们富过三代，要懂得吃穿。你小子，等你吃饭呢。啊，好好好好好。呀，阿慧的手艺是越来越好了啊。来，瞧这一桌子菜，来来来。老爷，哎，跟你老同学去钓鱼了？没有。哦，那就是跟那些下九流的朋友吧。我一个人去的。哎呀妈，你老管爸跟他的同学同乡一起出去干嘛呀？谁还没几个朋友啊？那不一样，我们认识的都是非富即贵啊。你爸认识的那些啊，都是些过了气的什么，大学生啊，还有那些地方来的小喽啰。不可理喻，连吃顿饭都不让好好吃。我要搬出去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搬出去住啊。你要搬哪里去啊？你是一个人住还是跟朋友一起住？哎，不是那样，我呢就是利用南头啊那个废弃的房子。哎，没关系啊，你们不用管我，我自己拾掇一下。哎，正好呢我弄个出版社，这样我的生活工作都很自由。这个家你哪一点不自由了？这个家里谁是自由的？月慧说什么呢？本来就是嘛，咱们家里衣食住行什么都要门槛，连交个朋友还得谈条件。那是因为我们有家教，有妈替你们把关着，才不会让你们变成外面那种下九流。我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大家闺秀不大家闺秀的，我就知道我一出门，人家一看我就知道我是个单调无聊的大小姐，连我自己都讨厌我自己。月辉，不许你跟妈妈这么讲话。本来就是嘛，哥。你干脆带我一起搬出这个家算了。啊，何月慧，月慧啊，那我就搬出去了啊。哎，你放心，我自己走，不会带着月慧一起走的。啊，你好。气话归气话，说吧，赔多少钱？哦，我不是来，不是来算账的是吧？那你来干什么呀？啊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好好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来，回屋去，去，
你好。你弟弟他……他不是智障。啊啊啊！他只是疯了。啊！你到底来干什么呀？需要多少钱让我们赔就是了。那我张个大嘴问来问去的干什么呀？不用了。干嘛不用啊？他疯了，又不是故意的。我们不需要你的同情，我们就是要赔，就是要赔，怎么样？好好好，赔赔赔！你这人真奇怪啊。我是个办报纸的，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创刊。无聊。喂，哇，真的很凶啊。敬爱的母亲，现在上海的天冷吗？记得多加衣。不行啊，又和上次的一样。嘉璇，跟妈妈再见，跟弟弟妹妹再见。妈，再见。亮亮、小米，再见。嘉璇，哥哥。又替你那没良心的哥哥写家书呢？我不是替我哥写，我是为了我妈。哼，还什么有机会到上海去看你？哎，他现在可是家里的长子啊！再说你们家又出了这个情况，把他抓过来当户主也不过分呢。这还是我编的呢，他根本就没想过来看我和我妈。以前还说什么爷爷奶奶不让他来，要和我们疯子家庭一刀两断。现在爷爷奶奶都死了那么久了，他也没来过，两年了也没写过一封信过来。哎，机会的机怎么写啊？我去问陈经理去。机？你到底会不会写啊？怎么写？木。加上几个的几，哪个木啊？木头的木，要不要我写给你看呢？怎么是你啊？怎么了？这么久不见，就连老同学都不认识了吗？亮亮，喏，鸡字啊。不用了，运慧已经帮我写上了。运慧？啊。玉慧是我的老同学，这是我的好朋友琪琪。你好啊，琪琪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我才走了一会儿，大变活人呢。铃声花儿开。喂，怎么不唱了？你倒是唱啊！干嘛？哎，别拉我，我是记者。站在这边捣乱干嘛呀？我想跟你跳个舞。对不起啊。没关系。开始啊，我被灯晃得没看清楚，等看清楚是你呀，才发现，哎呦，那个抱得紧哦，还以为你找到心上人了呢。就那萝卜呀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。哎呀，你们不许笑了。琪琪，你刚才又不在场，你笑那么夸张干什么？我敢不抱紧点吗？早知道你要这么笑我，我就放他回去拍你。好了好了，刚才真的谢谢你啊，要不然我要冲下去了。都不知道该怎么跟陈经理交代了。不过运慧，你刚才笑起来真好看，真的，真的。哎呀，不理你们了。妈，等等，哎，我还有个好人要介绍给你呢。我怎么早没想起来呢？这个人绝对符合你妈的要求，而且七孔全长齐了。真有那么好啊？明天来找我吧。那我先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
你得说啊，这母老虎不发威的时候还挺漂亮的。小姐多明事理，哪像你一样一见面就吵架。嗯，叫我运慧就可以了。啊，运慧，我可告诉你啊，他一下子就能看到你心里想的是什么。哎，你别害怕，别紧张啊。你看你一见面就瞎说，把人吓着了。嗯，我先去趟洗手间啊。哎，你这个朋友挺有意思的。看得出他对你印象很不错啊。你为什么没有早点介绍他认识我呢？哎，嗯，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在干什么呀？干什么呀？相亲啊。好了，张生和英英也见完面了，我这个红娘就应该功成身退了吧。拜拜。你要上哪儿去啊？你呢就带他逛逛街呀，看看电影啊，吃吃饭呀，随便你吧。走了。说走就走啊？你给我说明白啊。黄包车啊。挂的，算准你这个时候回来。新来的这家被小明捣乱过了，没找麻烦吗？他们家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家，办小报的。又跟人吵架了吧？断了断了，好像是小明啊！哎呀，断了，小明。哎哎，亮亮，你干什么呢？你看，哎，我会锯木头，哎，小敏，乖，小敏，乖，把它放下，给姐姐啊，不要，给姐姐，赶紧放下，不要，小敏，好了，不要，小敏，姐姐回来了，咱明天再玩。对，没什么好紧张的，小敏，不用紧张，怎么回事？哎，你是亮亮对不对？给你看看我跟小敏的杰作，怎么样？整整齐齐，漂亮吗？神经病一样可以做事，而且啊，不比专业的工人差。你叫小敏锯木头，怎么了？就用这个，不然用手劈啊！你知不知道这样很危险，非常的危险。不用那么紧张，正常人能做的，小敏一样可以。正常人做都很危险，更何况他不是个正常人，他有病对不对？有病怎么样？我拿他当正常人，你敢吗？我不敢。因为我怕他这样做很危险，伤害到他自己。你自以为是，大发善心想试试这个神经病他会做什么不会做什么，可你知道他的病史吗？他有重度躁郁症，任何持续刺耳的声音和奇怪的气味都能刺激到他。你还把这么危险的工具交到他手上，你这么做对吗？你这么大声音，不尖锐，不刺耳，不会刺激到他，没病也被你逼出病了。你小明，明天咱们玩别的。好，不许去。啊，拜托，他有选择朋友的权利，你们给他自由好不好？我告诉你，我们是他的家人，我们有义务帮他选择朋友，叫他躲避灾难。走，回家。
我不要。听话，快走吧，快走，小敏，回家。拜拜，小敏。不要，小敏，不要，小敏，快点说，亮亮，家臣来信了。妈，等一会儿再说。我不要，亮亮是坏人。亮亮，小敏，亮亮，小敏，小敏，亮亮，他吃药了。亮亮，你不要骂他嘛，不要说，亮亮是我的错，是我的错，亮亮。亮亮，伯母，不要欺负他啊，亮亮。我们坐。小敏，你听我说，小敏，对不起，姐姐不是。小敏，你听我说呀，小敏，你别这样。小敏，不要，不要，亮亮，不要，亮亮，小敏，小敏，不要，亮亮，亮亮就会骂人。不要，小敏，不要打我嘛。我是亮亮，我是你姐姐呀。小敏，你听我说嘛，刚才我不是故意要好你的，我回来找不到你，我会着急呀。小，如果你没有姐姐，你会着急吗？嗯。对啊，那姐姐要是没有小敏，你姐姐该怎么办？你想过吗？我就剩下一个人了，我怎么办呢？我到处都找不到小敏。以后不要乱跑了，好不好？亮亮，亮亮，不哭。小敏，你说你好好的休息一月，不在家里，乖乖的跟妈妈和弟弟，偏要给我做什么红娘？这回啊，你真做错了。口是心非，还怪我给你介绍好女孩子啊？我正要跟你说这个呢。以后啊，千万别穷热心肠，再给我安排什么相亲了。那不可否认，你今天对那个何云慧印象还挺好的嘛。你们那么谈得来？我跟谁都谈得来，我跟你啊最谈得来。如果这么说的话，是不是你应该嫁给我？现在在说你的事情，怎么又扯到我身上了？就因为说我的事，我告诉你，那得由我自己决定。我现在啊，不想相亲，更不想结婚。那你都那么大年纪了，你不结婚，一个人在上海，父母在德国不着急啊？那就更奇怪了，我父母在德国都不担心。你着什么急啊？我不是你朋友吗？好了好了，现在呢是时候没到，等时候到了，上天自然会赐给我一个好老婆。何公馆，你好。啊，我是吴科长。哦，麻烦找一下董事长。好的，老爷。嗯。吴科长找您。哦。等等啊。来，我来。喂，哎，吴科长。昨晚几点回来的？没有很晚。没有很晚是几点？我没看时间，不记得了。我看了，11点。跟谁？朋友。什么样的朋友？妈，别狡辩了，可以回报了。跟什么样的朋友？男的女的？好了好了，大早上起来就吹胡子瞪眼睛的，吃饭吃饭啊。哎，运源怎么没下来吃饭啊？还在睡呢。还在睡啊？都几点了？他弄那个房子弄到半夜才回来，让他多睡一会儿吧。啊。我妈的心里就只有我哥，我哥做什么都是对的，舍不得他搬出去被气成那样，结果心里还不是想着他呀，又怕他吃不好，又怕他不安全，对我从来不会这样的。谁说的？你妈妈更关心你，不是问你昨天晚上跑哪儿去了吗？那好，你告诉爸爸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，可不能诓我，我可不像你妈妈那么好骗。我相亲去了。什么？
相亲？啊，相亲。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。这样不太好吧？你妈给你张罗那么多个，你还背着她让朋友给你介绍，她知道又生气了。我就是不想让她知道嘛，她知道又挑剔了。她问我嫁给谁？第一次见面就谈婚论嫁了？人家还不见得喜欢我呢。班主，如果能坚持下去，我一定会带给爸幸福的。你先走了。哎，运慧，哎，你妈她……我妈管我哥就好了。哎，哼，这……要走上去的。是那儿。哎，你好，四四零，四四零，快睡，睡，四四零，四四零，快睡，四四零，四四零，快睡，四零。时时刻刻轻轻数着你。